瓜直撒上，白嘎嘎过去就要糖宝宝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直撒上白嘎嘎。这兄弟们，这不是小喷菇吗？哎，兄弟们，怎么就糖宝宝了？兄弟们，我觉得能一遍过呀，这个糖宝宝绝对是不可能糖宝宝的，好吧？而且中间还有一个这个风车，兄弟们，哎，走位，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我这真就糖宝宝了呗，兄弟们，咱们这群小喷菇的这个攻击力有点太猛了呀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见到这个小喷菇啊，感到非常惊讶，我现在这表情是你们表情包中最惊讶的表情，咱们看一下周围有没有箱子啊。OK， 兄弟们，周围啊又是啥东西都没有，看咱们这次真的又是要冲过去了啊！哇，冲！简单。第二关煞神烧烤，一个赞一串。不是，煞神烧烤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啥玩意？煞神烧烤这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那个到上面会有什么效果？我怎么起飞的？怎么还着火了？兄弟们，我这怎么办？兄弟们，我成烤串了！我现在表情是他们表情包的第五个表情，他们打算让我看看好吧？哎，兄弟们，我发现这里没有屏障方块，那我这刚才死一次啊，是为了啥？第三关看图拆开甲，哎呀，又是看图拆开甲！兄弟们，怎么又是这个地虎开甲呀？地虎开甲，猫咪开甲，话费开甲，不是话费开甲？兄弟们，这还用说吗？哎，怎么下来了？兄弟们，这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地虎开甲了。兄弟们，这不是地虎开甲吗？我记得这就是地虎开甲，照上次咱们答还是对的呀。兄弟们，等等，难道是话费开甲？应该是话费开甲吧，兄弟们。哎，果然对。哦，兄弟们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哎呀，黑牛开甲，水牛开甲，黑系开甲。哇，兄弟们，这个可就是黑系开甲的。这些啊，对吧？选项都是错误的啊，肯定是对的，好吧？哎，这次果然是对的。老规矩，最后一个观众猜。哎呀，又是观众猜。哦，兄弟们，这不是第二部开甲勇士里面的吗？兄弟们，知道这个开甲叫什么名字的，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，好吧？